抓。八点钟方向，两个人也没拉长，我想要慵懒地靠在你肩膀，想带着满天星落为我闪亮，在我的瞳孔中刻成发香，你嘴角上扬，像在宣布旅程，心跳是恋爱的专属配方，你家装备可真够齐全的。1798。你怎么？姐姐数学很好的，上次作业。确定就这么几张？现在装修费这么便宜了吗？嗯。我在台历上看到你还要还房贷，你如果手头不宽裕的话，千万别跟我客气啊。好。姐，这你真不用担心我哥，他可以，他可不会跟你客气。都在这儿了。真的？支付宝。别偷我能量啊！我在攒着种胡杨呢。是你的，别人抢不走。嗯。姐姐，你看，这就是上次你帮我印的模型。哦，这个看起来很难哎，这些都是你自己拼的吗？对啊，我用了好几天才拼出来的。太厉害了吧！跟那个比还好啦。人家是博士，干嘛跟他比？你已经是个很优秀的小学生啦。姐姐，上次你帮我研模型，我还没谢你呢。这有什么的？那天我也玩得很开心嘛。谢谢你。真想谢我，就请我吃个饭吧。嗯。顺便把微信的事解释一下。微信？什么？刚刚的微信是我发的，所以才打了错别字。